这个容器是用山西雕塑土包住一个6000cc 的宝特瓶，所以它可以装水，可以装培养土。那底部呢贴了一块那个圆形的木板，所以作品很平稳。山西雕塑土呢，你包住这个宝特瓶以后呢，那你再来等它干了以后再来设计图案。那我们设计的是两颗心，爱心树，还有这个爱的箴言，就是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的那个金句。那你把它放在桌上，你可以经常看到这个金句，看久了你就会记在脑海里。另外呢，贴上好多的爱心巧克力，大大小小的这瓶口都是，就是贴了爱心的巧克力。那这个底部呢，也是贴了很多的爱心的巧克力。那这个大的那个爱心呢，也是旁边用巧克力的颜色把它围起来。山西雕塑土是不用烧的粘土，它不是陶瓷，所以它掉下去不会破，它不怕你摔，不怕你打，它就是可以保存很久，几十年都没有问题。